其实我也想过，就是可能老人家不大愿意出远门嘛。嗯。结果就到家里来，瞬间同意了。啊！瞬间。为什么？你是拿金钱去敲他们的？对，因为我就跟外婆说，我说，哎，那外婆，我想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说了，我说。您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巴黎拍一个 music video？ 啊，真的？特别开心，再学一遍。你再学一下当时外公听到之后的反应。你外婆万一见见我就亏了。